哈喽呀姐妹，明天想吃炼奶燕麦杯，用隔夜的做法即食燕麦，挤压子，深可可粉，倒入牛奶没过食材盖盖，丢进冰箱冷藏，明天见。第二天早上拿出来，无糖酸奶，烘焙燕麦，水果部分解放的蓝莓椰子片，再来点炼奶调味，加上厚燕麦杯的口感细腻又丰富。今天还想来试试白人饭，斥巨资整了个布拉塔奶酪，来个 C 位，阳光玫瑰对半切开，然后给它围上一圈，青提和布拉塔就像豆浆和油条般的存在。再来点蓝莓点缀一下，一把坚果开搅成坚果碎撒上去，好吃不止一个度，还剩下一丢装杯不浪费，夏日氛围感这不就拿捏住了。多少次早起为了这一口，把炼奶搅拌均匀打吃一口，冰冰凉凉吃起来太爽了，夏天真想每天来一杯。再来戳开这个奶包子，好奇妙的口感，青提和布拉塔好配哦，还有坚果香，一口下去幸福住了。